很专业啊。好，继续，好，继续。Sister， 跟爸爸。准备好。那等下鸡蛋，我们再说那个鸡穿，好可爱。等下就换你穿了。好。好，来继续。蛮可爱的。蛮可爱 ，OK 的。来左手，左手边，当左边大家 OK 的吗 ？OK， 我们辛苦点了。谢谢。所有球类都喜欢的，除了马球还没打过之外，马球比较没有机会打。嗯。其他都有，水球那些都有打过。网球是比较，网球是比较拿手，对，比较多打的一个运动。保龄球好像很有技巧的，对。蛮难的。香港也流行啊，也是因为刘德华。对，我都是看刘德华学的，就看刘德华在电视机上面的那个姿势去学的。谢谢刘德华。左边看一下，来中间上面，右手边的上面看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右手边的上面，最中间上面再看一下。